前彰化市长柯建富五月底接任彰化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了后，积极推动排球运动。除了规划一连串的比赛以外，希望借由培训计划，让彰化县排球运动发光发热。拍起排球，同款也是真有力头。彰化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主委柯建富上任了后，努力推广排球运动，也特别前来替这顶24号要出发前往桃园中立参加室内排球资格比赛球员加油打气。今日咧，伫今啊五月底咧，接任着咱彰化县排球队主任委员以后，啊，甲咱徐志玲总干事呢，积极来组训着咱啊中国运动会彰化县排球代表队。因为咧，咱咧彰化县咧这个排球代表队，伫100年以后就无去组织啊来参加。所以咧，咱即摆积极咧啊，这个男子组呢由咱咧啊曾教练哈，啊女子组呢庄教练呢啊。同齐来做一个组训吼，那么咱明仔载就要出来，今日哩建议特别来甲因关心啊慰问吼，啊甲即个发即个加赛金，希望咧会当伫即届啊即个比赛啊得到即个较好的成绩。啊，其实咧咱哩啊沙滩排球赛呢，已经有一组有进入了即个回来赛吼。啊，咱啊看到大家即个教练甲选手的认真吼，啊带动咱彰化县即个排球的运动风气，互咱啊体育运动会当加入咱彰化县重要的即个运动事项。这块球员拢是大学生甲高中生组成的，少年有潜力，透过不断练习，提升竞争能力甲球技，伫咧各大赛场的比赛，一定会当有好成绩，替彰化县的排球运动创造高峰。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